各位好，我要分享的题目是米酒月薪。瑞默太太搬进老人院的时候，她的糖尿病已经蛮严重了。又过了2年，医生告诉她不好的消息，她必须要接受两腿截肢的手术，否则性命难保。但是瑞默太太是一个乐观的人，她相信上帝的恩典和带领，绝对不会让他承受不了生活中的考验，所以他仍然抱着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一切。手术以后，复健进行得很慢，瑞默太太必须重新的开始学习用两条义肢来行走，在理疗人员的辅助之下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行。他总是咬紧着牙关努力地走着。回到了房间里，他还天真地对人说，你看，我都90岁了，又像婴孩一样开始学走路了。他不顾所失去的，而是专注在他还有的，这是他克服困境的秘诀。在床上，有时候他会读书、排拼图，或是做针织、小手工艺品等等。他说：“你看，如果我每天织一个雪花，到圣诞节以前，我就可以织好300个挂在树上的这种装饰品。”还有人答应要帮我拉到杂货市场上去卖，你看，多么叫人兴奋的事！把挫折看作神给我们改进自己的机会，勇敢地面对挑战，而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。这个是生活在充满苦难的世界中最佳的心态。但以理，他亡国之后被掳到异邦，在强敌的欺压跟监视之下，他不向假神屈身。他虽然活到年近90，仍然保持着热切的盼望。他天天跪在窗前，面向着耶路撒冷祷告，为要看见神拯救他子民的应许之成就，最后终于带出了以色列人的回归运动。老约翰，这一位为主受苦最久的使徒，他在巴摩海岛上被拘禁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放弃继续活下去的决心。他接受了神给他最重要有关末世的启示，并且他仍然盼望的要为神传达这个信息。结果神果然让他获释，得以回到弟兄姐妹的身边，向他们讲解了人类的结局和神最终勇士的计划，完成了神给他最后的托付。我们能够对未知的明天充满信心，是因为深信神的信实和恩典。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还有的今天，认定神的怜悯和扶持，继续尽上自己的本分，将该做的事做好，将不能做的事交给他，神必要帮助我
克服种种的困难，走出困境，能够喜乐的为他而活。愿神帮助，谢谢。